7岁半，身高现在有1.28米了，体重现在才20公斤，对呀、啊，7岁半，身上都是排骨。那他胃口不好有多久啊？胃口一直都不好，从小就不好。对，他晚上睡觉都会张口，是不是？也会有。那这个就要注意腺样体肥大。啊，腺样体肥大。现在就是看他嘴唇有点翘了，再来伸舌头来看一下。这舌尖也红。好嘞，知道了，那裂纹好深哦。对，这小孩呢，他有脾虚又有内火的，饮食上你那一边呢，就考虑他有虚又有热，所以你伤脾胃的那种寒湿的东西，就包括甜食和冷的啊，这些不能吃。然后呢，要多晒太阳，把衣服捞起来，这背上整块大皮肤晒一下啊。好。另外可以吃一些瘦肉鱼、鸭肉，这些就没那么容易上火的。好了。